8月21日，熊大林微博晒出一张动图，配文：不知道该写什么，只知道拍照片的时候挺开心的，就让我显摆一下吧。图中熊大林站在门口，一条长腿向后高高抬起搭在墙壁上，另一边双手扶墙，身体前倾，秀出迷人的曲线，长腿逆天，翘臀更是瞩目。网友见此纷纷膜拜大长腿，这腿通天了，腰窝好美，女神身材棒棒的，好美，永远幸福。说起晒照，就在不久前，熊大林就曾通过微博晒出一组性感美照，并配文：听听歌，散散步，拉拉筋也是一种运动，既要穿得舒适，也要穿得好看。照片中的他身穿黑色低胸紧身吊带以及紧身裤，戴着墨镜及耳机，轻松休闲，压压腿，拉拉筋，非常性感，非常写意。据悉，熊大林一直保持运动的好习惯，这次的照片令其好身材也是一览无余，翘臀大长腿，性感无边，身材非常好，所以穿什么都好看。